吃黑，三煞劫翁四千九，同伙只分到200元。彰化20岁主嫌卢姓男子，3月底见朋友没钱缴红单，他找来匿名少年，打算三人联手抢劫。当天趁老农独自在田里，主嫌负责把风，朋友就持枪在少年陪同下抢走老农4900元。我年纪大，可不可以留点钱给我？朋友还给老农200元，但分赃时，主嫌却辩称赃款被叔公拿去还给被害人，只赏给朋友200元。只是管他分多分少，地院昨将这两人通通送进大牢。董新闻彰化报道。